指數扯上去咧，係就天零零地零零啫。嗯，七零零。七零零啫。嗯。你琴日中觀翻啲股份係咪全部都扯咧？其實就唔係嘅。嗯。咁亦都嗱，深港通嘅消息其實已經嗱未算塵埃落定，但係已經跳咗有個時間表喺度噶啦。嗯。呢兩三日咧，雖然見到個大市成交去到900億附近啦，嗯，但係自己喺個市場裏邊咧，係感受到一樣嘢係咩咧？要揾下個倉有邊啲唔喐嘅股份要沽咗佢，要嚇係啦，然後去部署邊啲係啦，要部署邊啲同深港通有關或者邊啲出嚟業績係對板嗰啲股份，嗯，係換 ，OK。或者係套咗啲現金出嚟先，咁得出嚟嘅意味就係咩咧？係啊，成交係多咗，但係有冇新錢流入咧？嗯，即係呢個係一個重點嘅問題。